亚裔旦刚绑比丧村民聚集在理事会礼堂做基本检查，了解身体状况，还有医师来咨询做说明。因为这边的居民全部都是大多数是老人哦，有什么我们可以帮到刚崩的人哦。2017年的时候有水灾吗？有水灾了，然后有慈济的人很多来帮忙，就是我们有看到有这样的很好的服务，很好的看可以配合咯。有那个肾脏病的也会越来越多，血糖会越来越偏高，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合作平台，要教育这边的居民一下。所以第一步是一定要给他们知道他们状况是怎样，健康状况。行动不便的长者也没被忘记，一一上门拜访。慈济配合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慈济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尽心尽力，想帮忙我们的社会，尤其是好像我们所看到的上门服务。我也希望在将来的日子里面，我们可以再举办更多的健康营、健康检查，来帮忙到我们台山区的居民。仁医会医护人员把握因缘，不仅为这些受苦病患看诊，也安抚他们的心。每个老人都要经过这样，我会越来越好。我祝福自己。大爱新闻彭静贤，马来西亚报道。